自民国九十二年开办甲大吉仑乡老人会中青学院，长期提供地方中者各种学习课程，其中自学院拄开办就有开课的数学班，更是学院的招牌课程。有的人一学就是十几年，学院的平均水准高，若是拄到特别的节日，规班各义务去社区或者是庙宇来写春联，或者会长辈拢感觉真有成就感。吉仑乡老人会的书法课程，自开班到即马已经十几年，真侪学员一学就是五六年，大家拢有一定的水准。若是拄到特别的节日，规班阁会义务去社区或者是庙宇来写春联。我都六十五岁，才来才学啊！算讲退休啊，来才有一个真好啦。较早读册也都咧写吼，来才有老师咧教，老师咧教，咱阁精进啦，阁进步。阮是拢过年遐吼，老师拢会人然后叫阮去甲讲要写春联要送人，阮拢会去甲写。其中课程也针对学员的程度来做调整，亲像一开始一定拢是由楷书来拍基础，了后才慢慢走向行书、草书等。学过来，那学生有成就感，老师也感觉真骄傲。一个楷书你茫看一本册，迄楷书拢长，还能爱教两年、三年才学会啊。基础给他泡在了后是说好啊，我们楷书差不多了，我们往写行书行书草书或是用将我们历代的这些书法家来扣伊起来剪起来剪字再给他们，我在自写了也印了再发给他们练习但现在有的十几年都写得很好的这个书法课程在地方已经很久长，很多学员都已经写出兴趣。现任理事长廖德基表示，未来一定会将课程延续下去，继续提供学习的空间给大家。因为学学生吼，拢感觉有兴趣啦吼，所以就一直甲学习落去吼。咱今日你看会到吼，咱这学员吼，虽然有辛苦无唔对，但是咱来继续要甲推动，让因吼继续有这个。有学习的这个机会哈。书法除了会当让心情平静，写字的过程中也会当延缓失灵和退化。透过课程的推动，慢慢也会当让地方长辈愈来愈健康。记者陈玉华，长报道。